个业务人员从弱里面去取得，然后跑完，最后再怎么样呢？删除有没有？这个最后没有了，我要把那个副本给删除掉。啊，就这三行，那这三行其实主要只有一行了哈，上面的这两行，一个是因为删除的时候它会跳出那个讯息，那如果你今天这个讯息不希望跳出来的话，那你就怎么样呢？可以用这叫 display alert， 把它改为 false。Display 最后呢，记得把它改成 True， 它就不会跳出那个警告讯息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再切回到原来的问题9，因为我们是用什么呢？用筛选的方式，所以呢，最后切回去之后，再把那个筛选把它怎么样呢 ？Auto Fill 把它怎么样呢？取消掉。所以基本上哈，这些都是可分析的。也就是说呢，你们现在的工作流程其实应该算是每一个这个人员哈，其实行政人员也好，他每天做的事情的工作流程都是可以重新被分析的，而且都是可以被自动化的。也就是说呢，他的工作呢，都是可以，就是效率还可以再提升的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现在有多少人是在做浪费时间的事情，其实太多了啦。好，那他的工作呢，基本上其实都可以。把它分析条理化之后，它的时间就大大节省下来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其实基本上它就可以再去做别的事情，其实公司的产能就会大大提高了哈。这个我想是绝对是有必然。这个我想一个公司的竞争力哈，都是需要在这个细节上面做提升。所以一个员工其实如果他懂得这个方式的话，他就可以再去做很多事情。那一个员工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。好，所以以前像我之前跟各位讲过，我有一段创业的阶段，那时候是真的是没有钱，资金不足。